弥补振兴五倍券面额太大，夜市不方便使用等等问题，台东县府补助台东观光夜市跟四维夜市印制了50,000张的夜市券，民众只要凭着面额200块的五倍券，就能换到总价值250块的夜市券，吸引民众来换券消费。可以兑换250块的夜市抵用券。来到夜市，游客们的第一站不是先到摊商排队买吃的，而是先到一旁兑换夜市券，民众觉得很划算。那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？后疫情时代，政府推出五倍券振兴经济，不过面额最小是200元，在夜市似乎有点难用，因此台东县政府补助台东观光夜市和四维夜市发行50,000张夜市抵用券，200元五倍券可以换5张50元的夜市券。五倍券的金额再给它缩小化，就是变成50、50、50为一个单位，那样的话可以真正的帮助到这些小摊商。这夜市抵用券不但更好用，如果您投宿在指定旅馆，业者还自掏腰包加码25元，等于消费者最高可以拿到275元的夜市券。住了饭店又可以再共享夜市的繁荣，又可以多加码，觉得这个是很好。后疫情时代，国旅观光复苏，摊商旅馆站在一起，通通都要拼经济，振兴活动让经济活络起来。记者刘麟翔台东采访报道。